我是世界冠军。我这样会不会太拽？我们在底下紧张死了，就开始想第三下一局啊。可是要哭也不能哭吧，所有人都在看着你，然后大荧幕拍你，你哭会很尴尬。如果是我到冠亚军，我在台上我应该脑袋一片空白。没有，我就一个目中无人啊。比赛打不好，哥哥妈妈他们也不会骂我，我就没有那么紧张。那哥哥超疼我，就真的疼到那种。哇哦，在跟哇哦的境界哦。今年是他唯一一次在参加世界大赛前有练习的一年。他多少时间练习？就每天快200场。他遇到什么打不过，他才会问我哪边打不好，或者哪边可以怎么做。基本上所有训练时间他都在玩游戏。所有学习的时间？休闲哦，休闲的时间。哇，他也没有什么学习的时间。至少一个月呀。因为他自己不读书，所以他不会给你。我常觉得就是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去要求他们呢？那一个班级本来就只会有一个第一名，为什么大家要去追求那个第一名？真的是他厉害的地方。昨天我光教他数学，我就教到快崩溃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接受他23。我 OK 啊，我 OK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分数，很多小孩子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兴趣。到最后，我念了一个很好的学校。可是出来，你不觉得我们有很多人并没有在职场上做得很开心吗？他数学非常强，他从幼稚园就代表台湾去参加港澳台数学大赛第一名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不会拿他们俩做任何比较，我也不会说哥哥都可以这样，你也要这样。他们两个目前对我而言是健康最重要。然后诚实很重要，我觉得人的一生一定要诚实，你对自己要诚实，对别人要诚实。其实妈妈有一个部分不诚实。什么？真的不能说。上次我了。我们就要在今天这样破梗吗？不要了。好，我们说了说了。哥哥说牙仙子，一直以来妈妈都替牙仙子把100块放在你的枕头底下。真的？牙仙子。不是只有我，我有放，其他人也有放，好不好？是人。他现在就是都带着他，像11月巴西比赛，我也会让他自己带他去。担心是肯定会担心，连叫他一个人去巷口买盐酥都紧张的半死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辈子，他就是一个开心果吧，因为他很体贴，对人也都很好。他本来就不是在学校那种功课出类拔萃的，可是他的人缘非常好。人生就是游戏，各式各样的游戏，什么都可以玩。那你玩完就有的就开出一朵花吧，就像他这个就不小心开出一朵花了。可是我现在还在苦恼一件事情，我以后掉牙，我就直接跟你要100块。